九月底，对于美国白宫而言非常不平静。当时，全球各大媒体都在关注他们新财年财政拨款法案，甚至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拨款法案是否被通过，涉及到美国政府停摆的问题。美方作为全球经济、军事、科技第一大国，一旦职能部门停摆，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还有消息称，美债火山突然爆发。 金融风暴或将来临，让不少人感到很惊慌。离拨款法案截止时间越来越短，但是美方高层就在该问题还存在巨大争议，双方一直没有达到妥协。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美方一些重要部门已经做好停牌打算。但好在最后时刻，国会终于通过拨款法案，避免了这一情况出现。 在很多人印象中，国家停摆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美方历史上却发生过多次，甚至于他们而言，这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此次美方财政危机和之前有非常大的区别，当前美方财政压力甚至在历史上都是属于罕见的。 如果美方高层无法解决该问题，未来美方停摆问题将会重复出现，甚至会对全球金融构成严重威胁。此次美方拨款法案之所以到最后节点才通过，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方两党之间存在非常大的争议，一直都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现在双方的主要矛盾点集中于美债，美方两党都知道美债问题已经到生死边缘，按照当前美债发行速度，很快又会达到新的上限，即使美债问题得不到。 妥善处理债务违约风险将会大大提高，这对于美方国家信用将会构成严重打击。今年上半年，美债按照之前设计值已经达到了上限，当时美方两党就美债问题争吵不断。虽然一方最后做出妥协，提高了债务上限，避免债务违约，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方庞大财政赤字加上财政预算，促使美债不断突破上限。 我们肉眼可见，在未来不久之后，美债又会达到新的上限。一些观众可能会感到不解：美方 GDP 总量排名全球第一，税务制度又非常完善，为何会出现财政赤字等问题？美方财政赤字问题是一个老大难，而且当前还在不断加剧。这些年来，美方财政资金运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不断通过发债来补财政赤字窟窿。 但是发行美债就要偿还利息，当前天量的美债仅仅是每年支付的利息，已经让美方苦不堪言。最为关键的是，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以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这个循环很难被打破。 终有一天，美方就会面临美债和财政双崩溃的局面。以美方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类似于今年国家停摆问题，未来可能会多次重复出现。虽然美方历史上类似事件重复出现过，而就美方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再次出现停摆将会给国家信用造成严重打击。 同时，我们现在还需要关注美债收益率问题。十年期美债和三十年期美债在不久前出现了一轮暴涨，收益率增高又会影响美债价值。当前市场的反应已经能够说明，大家似乎不太看好美债。 美债又是作为美方官方重要的资金来源，一旦美债不但不再被全球投资者信任，对于美方而言就是一场灭顶之灾。美债不仅仅关系到美方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它还和美方银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大量的美债都被美方金融行业吸收，若一旦美方官方出现停摆，那么美债就是悬在美方银行业头上的一把铡刀。 而美方银行业占 GDP 比重非常大，到时候会对他们整个金融行业造成摧残，这会伤及到美方的根本。美方著名金融机构摩根大通高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对外透露，当前美方所面临的金融压力非常大。 若利率继续保持上涨，一旦基准利率达到百分之七，届时美方各行各业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假如那时通货膨胀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一场金融危机可能席卷全球。现在美方看似风光，但是内部面临复杂的问题。现在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财政赤字、美债不断突破上限，但是对美方当前高层一次巨大考验。 如果美债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仅是美方经济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摧残。两大危机并存，美还要忙反华。当着美议员的面，王毅提了一个要求。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十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访问的美国两党代表团。王毅表示，如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战火未停，中东地区硝烟又起，希望中美也要发挥应有作用。言外之意，就是在国际社会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的多事之秋，美方不要再搞挑衅。 玩把戏，再对中国多加围堵，追求脱钩断炼，这样只会让国际社会的力量无端内耗，无异于解决当前的地区矛盾冲突。这次会晤，美国参议院多数领袖党舒默。 王毅直接当着他的面提出要求，双方要切实落实好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争取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些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美也要发挥应有作用。连同王毅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叙述，这已经可以说是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只是还有些书面和官方。其实放在外交领域的话中来比较，这种已经能够算作为警告意味。 的话语了，在当前世界风云动荡的档口，美国还要忙着反华，已经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能做出来的事情了。 目前最震惊国际社会的，当属巴以新一轮战火燃起，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冲突。冲突烈度在双方伤亡人数上显而易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九日晚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地带已造成六百七八十七人死亡，三千七百二十六人受伤。据 以色列时报八日报道，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死亡人数超过九百人，至少有二千七百四十一人受伤。从十月七日早上六点半开始，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至少五千枚火箭弹。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全国讲话，称以色列正处于战争状态，并对哈马斯发动名为“铁剑”的军事行动。 野军也不断空袭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哈马斯在加沙的办公室和训练营及部分居民房屋被炸。作为对以空军其加沙地带的回应，当晚哈马斯武装卡桑旅向位于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和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凯隆发射火箭弹。卡桑旅还对以色列发动了新的地面袭击。作为报复，以色列随后宣布停止向加沙地带供应暴力。 电力、燃料和物资。联合国部门也指出，加沙地带已有近七点四万人流离失所。总的来说，哈马斯又在向以色列发动新的地面袭击，以军同时不断向加沙周围增兵，巴以冲突正在愈演愈烈。乌克兰冲突仍然扑朔迷离，俄乌军队还在前线处于焦灼状态。据中新社报道。 乌军于九月十七日夺回巴赫穆特地区南部的一处定居点，而此时对乌外部支援的减弱，可能正让乌克兰处于劣势地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称，乌军正在进行的反攻无法达成驱逐所有俄军的目标。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九月三十日签署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继续运转，但同时美对乌援助则陷入危机，因为该法案并不包含新的对乌援助基金。 可以说，俄乌战事持续一年多以来，双方你来我往，阵地战、坦克战、无人机战打得有来有回。现在，外部援助正在逐渐受到美西方国内矛盾的影响，乌克兰可否坚持下去还是未知之数。而对国际社会的外溢影响仍在持续，乌克兰危机给世界经济复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妇女儿童、民众和战俘都造成巨大影响。 因此，美国只知道拱火浇油，死性不改，不把乌克兰危机推到政治对话解决的轨道上来是不行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率团来访的舒默曾多次敦促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一直是对华最强硬的参议员之一，曾推动了美国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的出台。如今率团访华，也是对当前中美关系缓和与国际局势变化做出了相对应的反应。 舒默率团访华已成为美方政界高层人士最新一次访问中国。 自六月以来，已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特使温题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这四名拜登政府高官到访中国，寻求缓和数月来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正如布林肯此前在九月底说的，美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严重挑战，欢迎中国合作应对共同问题，包括气候危机、公共卫生、打击毒品、粮食安全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 可见，美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求于中国，因此王毅顺势提点美方，还是有着战略和策略上的考量。从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原因来看，王毅此次当着美议员舒默的面，直接点出美方对外政策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毫不留情面，直击美方软肋和当前弱点。中国当然是完全熟悉美方的战略境遇和脾气秉性的。 不仅是说一套做一套，而且本来就处心积虑遏制中国，生怕自身霸权地位大权旁落。王毅这番话直接戳破美国算盘，从舒墨的回应来看，绝对也是不太好受的。 从王毅对美方提出的要求目的来看，中方这次也有着提点的意味，旨在提醒美方不要把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中美问题和打压中国上，而是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发力，聚焦于眼下突出和急迫解决的巴以冲突问题，尽快停止战火，恢复和平。最后。 从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实际效果来看，美国可能不会把中方的话听进去，听了也是左耳进右耳朵出。尽管中方好言相劝、苦口婆心，奈何美国根本不会乖乖照办，只会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比如从始至终都在扶持犹太复国主义，以将以色列作为打入中东的一个弃子，进而搅动整个掌控中东局势。 因此，无论美方是否听进去中方的话，中方也尽到了自身的国际责任。最后能否真正推动巴以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停止停火止战，推动乌克兰冲突最终结束，都还要看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